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易邦动力网讯9月18日消息，日前，一下科技创始人韩坤公开表示，将在未来一年内投入1亿美金推动短视频行业的发展。据韩坤对外透露的信息可得知，一下科技最终目标是形成移动视频的生态圈，做中国版 YouTube。 我们不只是做一个生态，从秒拍、小咖秀到一直播，一年一个爆款，他们能够形成一个生态。对于1亿美金的用途，韩坤表示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，吸引更多的市场资金参与到行业中。除了资金支持，一下科技也会联合国内外机构在资源投入、收入变现模式上进行探索。易邦动力网了解到，一下科技旗下拥有秒拍、小咖秀和一直播等多家短视频平台，并于去年11月底完成 D 轮融资。今年8月份，该公司传出 E 轮融资消息，但被公司方面予以否认。